这两个山，你也没山哦，别人喊你要阴的，知道哟。攀岩累，哎，对，攀岩，哎，对，拜拜。做个礼貌的小孩子，知道吗？拜拜，拜拜，我们给你拜拜年，各位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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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要喊人啊，进村看到认识的人要喊啊。哎呦，乖乖的。先把腊肉戳个孔孔，这孔要打穿这个皮上面来。这朋友说，肉现在那么贵，还拿来熏腊肉，但是爱吃啊。然后正月里的时候不是会有客人来吗，来客了就直接拿这个腊肉来招待。我们这边湖南这边吧，至少我们这边呢，一到过年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做腊肉吃的，不管对贵或者不贵，每年都会做一些。如果不熏腊肉过年好像那都不叫年了。我上次出了一期视频买猪肉来熏腊肉之后呢，就很多朋友私信我喊我帮他们熏，有些说熏100斤，有些是熏200斤的，我哪有熏那么多，我也熏不了那么多。然后猪肉也贵，像我们是连骨头一起吧，25块钱一斤，我压根没办法跟大家熏那么多，因为我家的腊肉全部在这个火塘上面熏的，没有说重新去做那个烤房。我这里一次性生肉只能熏100斤，然后要熏18到20天左右。有时候，如果说我们平时烧火不烧火，有时候如果天暖和点啊，就火烧的比较少，那可能就要熏20多天才能熏完。熏完之后只有50斤，等于是20多天才得50斤肉。你说，如果你们让我熏100斤，我得熏多久啊？100斤腊肉的话，你说我熏到多久才有100斤？2个月。是啊，2个月有没有100斤？这2个月才熏100斤，那我根本就是你就算是想买，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来卖给你，就是只能是熏一点，就是随便熏一点自己家里吃，然后就有一些老朋友就顺道帮他们熏一点这样子。如果你要量大是没办法的。这个肉啊，这个腊肉呢？也比较贵，说实在话，因为肉贵嘛，2斤得1斤，平均就是瘦跟肥平均嘛，2斤肉得1斤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火塘，这些挂钩已经很多年的历史了，把它调整一下，因为这些肉太长了。你养呢？养。平房啊，只能挂上一点，这一层比较高，这个这层就放一些最长的肉。在这里我们当当。
哇，你们还这么高啊？那滚滚，哎呀妈！啊？有滚滚，你们回来这么早嘞？嗯。外面不好玩吗？张振春就回来了呀。外面没有朋友玩吗？没有人跟你玩吗？啊？哇，你拿柴火来啦？啊？放那里，放那里啊！你看你的手黑不黑？看这手，啊？看手黑不黑啊？看你看手。你不熬了？不用了，我用了呀。哎呀，不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